周二早晨，这个真的很有艺术哦。这个是站着吃的，要加饭加肉加蒜。这个就是那里哦，118楼，欧米酒，甜甜的，辣到不要不要的，这是很多是大创。韩国喝最多的饮料哦，好喝！鱼板再度吃起来，哇，明天吃不到了。哇，圣诞老公公下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！ 我们这一台吗？都不知道带不带我的回去呢？哦，男士炸鸡，丢弃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韩国的第四天早上了。今天气温非常好啊，不会冷，气温是7度左右。那今天是我们在韩国的最后算一天了吧，明天就要搭飞机了。等一下就是一连串买手信了，然后先去吃个东西。OK， go go。看来我已经习惯这个温度了，7度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了。突然觉得7度是非常暖的一个气温。周二的早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韩国的唐人街，这里有很多中文字的招牌，突然觉得都看得懂了。这个真的很有艺术哦，怎么会盖成这样呢？他把你挡住了。吃早餐啦！艺术装置有点屌啊！可送。哇，斜的欸。斜的欸。竟然会这种设计。这是一间网美餐厅。网美咖啡厅。哦，正常了。啊，牛力在哪里？哦，他其实是。真的很浓郁。香草的。它在空气冻哦，应该是很松软。很松软。顽石。现在要去站着吃烤牛肉，烤韩国的牛肉。这里好像来过了。你懂吗？前天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. Jingle all the way. 这毛毛很好看，可是在台湾用不到。很温暖耶、yeah, 我们来吃饭了。70年的老店，我猜它上面应该是这样想吧。70年老店、欸、70年的老店。
这个是站着吃的。把衣服都包进去。哦，了解了。太苦的，有啥苦吧？哦，这样。要加饭、加肉、加蒜。然后包仔吃。这很辣哦。加油。很烫，烫到很香。开始习惯这个扁的筷子了。完食，快速吃完了烤韩牛，我们要去乐天世界塔。从上往下看，经过了乐天百货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去那里，我们要去世界塔。就那个 LOTTE 那个，哇哦！哇，这个也是啊，很多吃的都是乐天的世界塔，这个就是乐天哦。那个是那边是乐天世界公园那边，哦那个，然后这个是乐天酒店，全部都真的都是乐天的，我们就叫乐天的，这是乐天一个集团哦。哇，那个也是乐天的 casino， 不是，这样蛮好玩的。嗯，我懂不懂哦？但系总之衣服都系乐天嘅嘢。乐天哦，啊，这是乐天站哦。我们来到了乐天世界。要绿灯了没？车很多呢。里面有劳力士。Lowless， 这是我没办法来的地方。哇，可以再上去了。我们到了，我们来看首尔 Sky。感觉要进来环球影城的一个游乐设施了。我们现在环哪个游乐设施？下面呢？这个好像是韩国的游乐园吧？对呀。好像模型吗？哇，对啊，有规划过。一格一格。
可以走这个96000，太贵了，大概一次2500台币吧。就上来喽，哇，这里又更多人，118楼。哇，这是那个公寓，一栋一栋的。绿色的那棚吗？对啊。为什么它的房顶都是绿色的？目前高度是168公尺，120楼。我们出来了，吹风。嗯，不冷呢。抬头看，这至少还有10层楼吧，还可以再上去。하늘위의새로운세상서울스카이를찾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후서 Thank you for visiting Seoul Sky. 나도 후서라고 A whole new world. 어까이즈어미네모든관람을마친후퇴장은120층입니다我们下来一楼了，原来一楼是长这样，刚才看都很小，突然变大了。往后看，往上看，哇！原来我们刚才在那么上面呢。我们要去吃晚餐了，我们到了。这一家吃鸡脚锅，哦，鸡脚锅，叶缤纷，叶缤纷，开心叶缤纷，你们要吃有骨的吧？怎么样？欧米酒，我闻到那个酒味了。一二三，好。嗯，这个是米酒。它可以，它是可以。哦。嗯，可以哦。甜甜的。薯条好吃，起司。你想我养成一个好熬的老早锅的美味。我们开始点菜。
完成了，这是你的。再拍，再说。完成。要去豆芽茶店。真的辣。真的辣的。我在流眼泪啊。辣到不要不要的。做的太辣了。完食，嘴巴肿起来了。吃饱饱上路，是我们在所有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啊！明天就跟 Vicky 分离了，又是分离的时刻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都习惯了，总有再见的时候吧。经历了转车，我们现在到了明洞，我们要来买手信、买名产、买一些零食、买韩国的东西。这是大蒜吧？这是大蒜哦。对啊，你知道这个大蒜有多高吗？12层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真的哎，这整层都是大蒜哦。哇，卖各种东西。Merry Christmas！ 上的明洞真的是很热闹哎，超多人，而且很多好买的东西，可惜口袋空空的了。哇，好香哦！5000块而已。哎，这个 OK， 哎，哇！我帮你搬。看到这里的什么？嗯，好喝。甜面酱。可以啊，这个还是不辣，好像就 cheese。嗯，这个很好喝。点一杯葡萄汁来喝，赞哦，5000块。来韩国喝最多的饮料，葡萄柚。真的，真的是。嗯，好喝耶，葡萄柚，这我可以。你喝起来是什么？它是有点草腥味。对啊，那是葡萄柚吗？哦，好喝，白葡萄汁，全部都是白葡萄。章鱼烧耶，两千蚊而已。鱼板再度吃起来，不然明天吃不到了。挑战的，朝阳村的吃法。啊，别站在路边吃。你要买两？这是韩国最新流行的云朵包，看到吗？
Christmas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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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了好多东西哦。哇，圣诞老公公下来了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。好漂亮哦。好大颗啊。Merry Christmas！ 乐天 Outlet 直接买起来了，大家的伴手礼都在这里了。你们看好要买什么了吗？还没看好，我就帮你们挑了。那我随便挑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好吃的。This way。哦，这个。进来喽！我们这一台吗？嗯。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好啊。就有所有的味道，你看来是分韩国的。韩国的。不同味道的那个杏仁。买完了，都不知道带不带回去呢。哦，太多东西了，我们要坐德士回家。对，我要坐德士去吃鸡了。哦，对，要坐德士去吃韩式炸鸡。对啊，耶！我们来到桥村炸鸡，大包小包。宵夜啊，对，韩式炸鸡，干桶的，对。好吃哦，不出麦当劳哦。哇，就是。这跟我们那天吃的圣诞店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个更好吃。这个是粉，因为这个鸡腿块有汁的。嗯。